下来看这个，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，因为这看起来就是很多竹子绑在一起啊，远看是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怎么会想要收藏这个？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没有啦，因为在上海那个城隍庙旁边哈那边。啊，礼拜天你做什么？一品店最好逛。你说礼拜天做什么？没用啊，都是在去就是找花钱呐。嗯，啊，找花钱，这个呢，跟死死人呢，我问，你讲这几块茶刻的啦？哎呀，像木头刻的哎。这几块，远看真的就像竹子，把它剪在一块啊。你讲这黄杨木芒啊，呵呵呵，无比这个茶嘛呵。这您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这个因为如果说用我家里的东西比较的话，这个应该指正啊什么都可以啦。这个是一个壁鸽，壁鸽就是让虾磨壁机的时阵。哦，跨去了。哦，壁鸽。啊，我背出来啦。那你买啥？他一边一边扁扁。好多用哦。他一边扁做扁扁。对。一边痛痛。可是我看这两个颜色跟它不太一样哎。啊，这五郎公。哦，这是这个是雕的很精巧，独家给收呀，黑的无人提。但是我很好奇，像这种东西会要有人收藏，真的要很喜欢很有爱，这个你要买多少钱？哇，这一支要两块两千块嘞，代表一路超赚两千块嘞，人民币两千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一支哎，对，你买到几万块？是。所以你看看，三支也要六千人民币哦。来，有请鉴价。3万元，那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对啊，看能低啊，那差不多，那能低，差不多啦，不是一支两千人民币吗？啊，三斤六千，啊，没料，嘿，没料，这为什么？因为印度的问题啦。印度的问题，对啦，无人，无真侪人啊啦，但是拢是看水水淡淡啦，安尼啦，来阮家拢是淡淡。是。陈大哥的那个眼光比较特别，他不收藏那些特别珠光宝气的东西，他有，但是他喜欢这种更有味道的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件宝贝，好，看完两件宝贝，我们再来看看，哎呦，这两串，颜色不太一样。但是长度有一些些差别，因为有一个11-12的米的，一个是12-13米的。还有没有什么哪里不一样啊？好像那个缝，佛头也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佛头，佛头就是这个，在玩大家来找茬。好，除了大小，还有哪里不一样？可以教我们看吗？这个教你看，不要说教你，我讲给你听啊。好。这个哈，老师哦，交接三角，你有看到不？是，交接三角无？对，三角形。龙目睭就是三角呀，龙啦。龙的眼睛。龙是安尼是啊，目睭是安尼，啊叫做龙眼。龙眼菩提。龙眼菩提啊，这边三角形，刚刚陈大哥讲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市面上龙眼不多啊，不多了。那会找到什么比较多？它大部分都是仙叶啦，金刚啦，那个就一大堆了。所以你的意思说龙眼菩提不好找？你自己花了多少时间才找到这条？这个不是，这个大概差不多，还有中华商场，你知道吗？中华商场，那开北门，从北门开始到南门那边有1栋、2栋、3栋、4栋、5栋、6栋、7栋、8栋，对，忠孝仁爱新和平，他楼下一楼都是卖唱片啦，做学生裤子啦，听过啊，我看过老照片，铁路旁边后面有一排可以放脚踏车，是，二楼都大部分都是。餐厅啦，面啦，水饺啦，哇，那个，有得逛，有得吃。那三楼啊，三楼有一些古董店。那个古董店，说实在离这么久了哈，我讲给你听哈。那个是以前都是外省人开的，都是一些哈，差不多像秦老师、秦老板这样子哈，头发也是这样理高高。李高高就是什么？以前我们讲西装头，你知道吗？梳油头，还跟他头啊。还拢我姓。好，然后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字，就是红门，我很好奇，我有听过一个传闻啊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他们说这个都
啊，说实在，现在讲也没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反正我们鸿门我没有申请啊，内政部许可的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现在如果说开香肠啊，我们也可以在大路边啊，在大路边啊，就是有一些、啊、他说有一些那个兄弟们见面的时候有特别打招呼方式，那个礼仪那个礼仪啦，好比说要认同是自己，你是不是，我是不是，要有一个测试，哎呀，有个测试，怎么测？因为走在路上也看不出来啊。我来跟徐老板好不好？好，跟秦老板。啊，你右手伸出来，嗯，好，嗯，好比说，他是，因为我碰到他就徐老板嘛，哈，啊，秦老板好，但是你介绍的哦，你介绍说这个姓徐，哦，姓陈，这个姓陈，啊，他从高雄来，姓陈，好，他从高雄来，好，啊，我从台北来，啊，不知道嘛，哈，啊，就啊，初次见面，徐老板，啊，你好，秦老板，陈先生，啊，就跟啊，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兄弟，嗯嗯，因为握手的方式，因为握手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手弯这样嘛，这样子哦，嗯嗯，啊，弯这样，他的手直直嘛，对，嗯嗯，他的手直直，不是我的兄弟，嗯，啊，不是我的兄弟，我的朋友而已，嗯，不能再跟他聊更多了，哦，啊，如果说问起来，他说。啊，徐老板，啊，你说这个姓陈怎样？啊，他跟我握手的时候，他手折起来，这样折起来，折起来，这手这四个不要，直直的，这个折起来，这个，嗯，好，嗯，好，好，这样握，嗯，啊，这样握，港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叫港的啦，嗯，安尼你看，嗯，啊，安尼变开后你看就是安尼，嗯，哦，好不？两个人的食指都扣起来。有啦，真多啦，真多动作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叠酒罐啦，旧裤啦，嗯，走路啦，无钱啦。我今嘛被走路，我遇到困难了，然后我又不知道身边有没有哪个兄弟同路的，我要怎么做？阿丽，我不能找每个人都握手吧？哎，阿丽，叠叠罐子，叠食饭嘛。嗯。对，啉茶嘛。啊，今嘛食就无钱，哪好人啊嘛？嗯。对。嗯。老板甲伊讲两两半哦。哦，啊，两日嘛，你要做提两日嘛，你无食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、你去餐厅坐起看下迄个茶罐子是毋是泡茶来食？对。啊，就有一个茶壶。嗯。啊，有茶，有三四块杯啊无？有啊，杯子。啊，伊来捧起来哩。对。啊，起来就，你茶壶起来，可以讲你有茶壶起来，啊，你要爱摆了，吼、哦，可讲三茶就好啊。嗯。哦，啊，你甲摆一个三角形的，吼、哦。哦，如果一般我们茶壶水来的话，我们茶就随意乱摆嘛，茶杯随意摆。但是你要摆一个形状出来，摆一个特别的形状出来。从那边过的你的朋友不认识的，从来。他家是有三个杯子，你现在是放这样三角形这样。好，你坐在那边嘛。好啊。我从那边过嘛。嘿。他就看到。啊，这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清。这是 cam 机啊，那如果再严重一点哦，我真的遇到大困难了，有人在追杀我。啊，这样你坐在那边的时候，你就排杯子嘛，你就排、要怎么排？你就排子排一排起来，排一排平行的。哎啊，距离要拉长，拉一样哦，不然你不能说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太随意不行。一个啊啊，我是到底你是安怎，我唔知。哦。你我怎知道？我唔知。不，这是较早啦。哦。较早啦，即马已经。都已经无人，已经嘛无人用嘛，无人会用啊。嗯，哎，蛮有趣的。所以你看看，他讲到光那个中华商场，嗯，想到这个回忆，就在那里买的吗？在那里，因为他这个东西哈，也不是说我要买了，我那时候也没有钱呐，嗯，就是去，阿强说，啊，小老弟，这些收一收，嗯，我说我是有这个中奖，你这样不是白安呢，你这样白，鬼烫。几罐安尼啊！我想啊，干阿个试试下咧。嗯。好啊，阿就我拢偌济。对。特别讲一条安尼剩下，总共一条迄种啊。108颗。唔是，我是讲安尼一条用迄个牙啦，用甲摕来遐个牙来讲，准一安尼头爱1000块无吼？嗯。啊，我看拢总遐头偌济牙，偌济只嘛。嗯嗯。啊，偌济只就是偌济钱嘛。哦。啊，偌济钱我再付钱去开。啊，这个物件吼，歹。歹地，以目前来讲，伫台北市内，你若准讲，卖光后也问钱老板看卖，钱老板你这敢捌定啦？定哪看到？哇，好早、啊。很少。对不对？很少。对不对？我叫讲的吼。真的说很难。
这不是我跟他讲的，是龙眼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种什么眼？凤眼。凤眼，那凤眼有没有比较好找？凤眼就是这样子哈，小姐你看看，眼睛这样这样尖尖有没有？啊，刚刚是三角形，龙眼是三角形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这个要想到几个以前的中华商场，那里面啊卧虎藏龙，那刚才讲到青帮红帮的大哥从大陆来，啊，就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，尤其西门町，啊，现在很多演艺圈，很多的这个老前辈都是这个青帮红帮的这个大哥，对，啊，青帮跟红帮是两个不一样的帮派，红帮叫做反清复明，所以说他呢就比较那个比较隐藏。那青帮呢，青帮不是摆明的啊，青帮比如说在这个十里洋场啊，上海滩，青帮老爷子大哥啊，你比如说黄金荣啦，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也很有名的啊，那我们来讲说这几位大哥呢，可以讲说是上海滩。啊，杜月笙，对对对，杜月笙哈，这一些大哥呢，就是把这个租界哈，那全部吃定了。青帮是在这个乾隆时代哈，因为很多人反清复明，江湖上有很多的奇人异事，那乾隆就听了这个张廷玉的建议，他就把这个漕运，漕运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江南的米运到北京这一条航线。大运河航线交给了这一帮人，然后只有一个条件，要效忠朝廷。哦，那个是青帮，漕运的青帮啊。红帮呢，就是红门呐，红帮就是反清复明的啊。而这些，我觉得这个老大哥在上海混过哈，我觉得这个我们是非常投缘的啊，非常投缘啊。改天可以好好聊一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佛珠哈。佛珠大家知道就是念佛用的嘛，哦，有各类的佛珠哈，像这一类的佛珠就是金雕的佛珠，啊，金雕的佛珠就是菩提子金雕，像这个陈谦带来这个东西呢，啊，像这个就是龙眼菩提，那因为它中间就是在这个没有雕刻的时候就有一个三角形的，一个应该讲说。痕迹了哈，对了，那这个凤眼的菩提呢，菩提子呢，它就是有一个好像比较细长一点鸟的眼睛哈，就是这样不同。是唯一比较值得可以讲说收藏的就是它雕工很细，因为这个菩提子就蛮小的嘛，才十二米。哇，蛮小，然后在上面还要刻花草、刻花、刻人物，啊，非常的难得，哇，非常难得。陈先生又带好东西来，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和尚哈带这个，我觉得很撑头哈，所以我现在带起来不好意思哈，对，他要感觉一下，那我们也赶紧来见个价。好，你看这个还有什么黄金的哦，这个黄金大概有3000呐，哦。啊，沙棘呢？哇，所以你看看，这个非常难得的，两条，好不好？两条，我们一起估价，来，钱老师见价，18万元。哇，这回熊的难得，哇，挺好人哈，嘿，是，你唔甘呗哈？无啦，这个少啊啦，下面未止啦。好了，这无当欠啊啦，要还要给免费这啦。因为我觉得，刚刚免费的很多观众一定在看着流口水，想说这个真的很难得的这样一个物件哈。